分钟下来之后，我一天我都吃不下去饭。我们在水下呢，要给这个服装加到1.41个大气压，它就沉不下去水了，需要加上100多公斤的铅块的重量。那么服装本身就是120多公斤，加上自身的体重60多公斤，在水下的所有的移动、运动、姿态改变，全由双手来完成。卧在那个床上，-6度，倒着7天，吃就是倒着吃啊，喝水也是倒着喝水啊。一般那些小叶也是在上面的，转起来以后8个G，脸都拉变形了，你这鼻涕眼泪，唰全给甩出来。而且我们这项训练啊，在我印象当中，包括爱人也好，包括父母也好，家人从来不会让他们看。我们很少出航天城的大门，这5年半左右的时间，我中午从来不休息，晚上12点之前没有睡过觉，把所有的资料、所有的书籍都摊在桌上，都摊在地板上。一个国家总需要有这么一部分人，他们的质量可能还得用另一个标准来衡量，他如果在他的生命周期里面做出更多的事情，也是一种质量。向全国人民、全世界人民问好。